个颜色我觉得也是在牛仔界比较少出现的，有发现它有点深又有点浅，但是呢它很亮，它很亮。这件我自己有买哦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口袋很特别，它是做长方形的口袋，它的长度没有很短，它的宽度不会很宽。好，就是呢我觉得光这个啊，它其实就已经恰到好处了。我身上的好跟这个完全无关，它是比较复古浅的，它是浅色的牛仔外套，完全刷浅的双层。再来呢它一样，有没有看到走黑灰色的复古风非蜀绣的外套。好，再来呢就是深色的小立领外套。所以呢即便是你在我们剧院买了这么多的牛仔外套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每一个颜色，你再包括我身上的颜色，没有一件是一样的颜色。它蜀绣也不会到超级宽，也不会到超级非蜀，但是还是可以让大家穿一些一字领啊、荷叶袖的一些上衣哦，我觉得非常的方便。再来呢它是做夹口袋之外呢，完全车外车线，所以呢整体的线条感非常非常的足够。再来呢它的扣子是做雾面的扣子，整个版型 SML 都可以穿，还有长度就是非常标准的正常衣长，所以大家再搭配一些裙子啊、衣服上啊，或者是身高比例穿这一件，不论是高个小个穿，我觉得都会比较刚好。剧院家的真的是波宽软料，让大家带出门即便是穿不穿的时候都 OK。